热啊！热，好热啊！啊，天啊，好热，好热！吓出一身热汗了吗？听佑十四寸充电电扇，就算停电，照样能吹。Kingyo 十四寸充电电扇，最高充饱电可以使用到20个小时，哎，而且呢，它上下左右都可以随意摆动，它的风速最高可以到9段，不管你是要在家里使用还是带去户外，不受任何限制。486小电宝，它支援多种的充电方式，大部分的家电3C 产品都不是问题，它还可以作为紧急道路救援的使用，它还有4种的照明方式可以选择哦。是不是觉得很亮呢？这一台呢，它可是结合了充电、照明的防灾式收音机。它呢，不但有4种的照明方式，它有多种的充电模式。当你遇难的时候呢，可以及时的提供电源。而且呢，它有一个高灵敏的天线，可以精准的收到我们的 AM、FM 的任何讯息，在你遇难的时候是个必备的防灾用品。开灯。啊，你讲那么多，你也没说在哪边买。486团购，陪在你左右。吓到，这3D2D很凉呢，不闷不热，很舒服呢。还是冬天呢哦，486团购凉快一下专区，有更多好玩、新奇又凉快的商品，通通都在486团购，赶快上去逛逛。最近好吃好玩只有在486团购。